第十四题，实验室中有三杯溶液，甲氢氧浓度等于十的负四次方大 m 200毫升，乙氢氧浓度等于二乘以十的负三次方大 m 300毫升，丙氢氧浓度等于十的负三次方大 m 400毫升，则三杯溶液的 pH 值大小顺序为何？我们晓得问 pH 值就是问氢氧浓度，所以跟体积没有关系。那么甲的氢氧浓度十的负四次方大 m，所以它 pH 值就等于四，而乙呢，它是二乘以十的负三，它比我们十的负三还要大，但是呢小于十的负二，所以它 pH 值呢是2到3之间。那我们的丙呢，氢氧浓度是十的负三次方大 m，所以 pH 就等于三，所以最大的就是甲，第二大的呢就是丙，第三大呢就是乙，所以次序是甲大于丙大于乙，所以第十题我们说，则三杯溶液的 pH 大小顺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甲大于丙大于乙。